呀呀呀！今天是大力的一岁生日，一岁生日喽！大力一岁，然后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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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，大力，哈哈哈！我们今天设计的蛋糕是大力水手，然后现在哥哥在喂大力吃松子啦，哈哈，这样子他才很乖乖的来照相，不然大力实在是很好懂的一只鸟。你看他的设计哦，你看这边。啊！不可以去碰它，大力不可以偷吃。然后，它设计就是游泳圈，然后这边是海浪，海，蓝色的海，哈哈哈。然后旁边有蔬菜哦，蔬菜，大力水手最喜欢吃的是菠菜。然后我们的大力是鸟如其名，他也是喜欢吃菜菜的，有菜菜一定跑第一的啦。比个赞，代表我大力是很棒的哦。然后大力在还没五岁，五个月啦，还没五个月的时候就会唱昂昂昂了，所以大力是很聪明的一只鸟。然后他有个，我们在小麦芽离开之后，我发现他有一个特异功能，就是他好像能够通所以小麦芽回来的时候，他都在跟他玩，每次都听到说。小麦芽好痛好痛啊，小麦芽。然后小麦芽1月15号羽化的当天晚上，大力啊他就会说小麦芽说的话，很多小麦芽会说的话他都会说，所以我觉得小麦芽会来把他教会了。那现在蠢蠢欲动了，好啦，谢谢大家的祝福哦，那希望我们的大力能够健健康康的。嗯呀，飞来我身上了。